9日，第五届篮湾大师赛在建湖篮湾高尔夫俱乐部结束一度日的激烈争夺。今天迎接自己25岁生日的墨西哥球员加比洛佩斯，不仅在今天交出66杆的三轮最低杆数，更是在17号洞收获一杆惊动彭泽万元大奖，最后一洞小鸟收官，超过世界第一奥瑞亚，登上一洞日单独领先的位置。摄影：刘壮郎，一名加比洛佩斯。加比洛佩斯，世界第一奥瑞亚，世界第一埃瑞扬，阿伦纳沙尔普，阿伦纳沙尔普，阿伦纳沙尔普，艾米奥尔森，艾米奥尔森，本雅帕崔云金 ，Charlie Troy， 崔云金 ，Charlie Troy， 丹尼尔江 ，Daniel Kang， 丹尼尔江 ，Daniel Kang， 丹尼尔江 ，Daniel Kang， 泰奈格林杰伊玛丽格林，金世英金世英金世英，金像 ，Joe Hill Joe Kim， 梁希英 ，Amy，YANG 摩根普雷塞尔 ，Morgan Presser， 莫利亚朱塔牛加 ，Moria。JOTANUGLIN 本文为一点号作者原创，未经授权不得转载。